我们看一下，10月9号凌晨1点左右，浙江都人拍到天空中的异象，主要是台州一带的哦。我们看一下这啊。12月9号凌晨1点左右，浙江多人拍到天空中异象，地点在浙江台州，好似有物体从云层中射出这光束，多角度拍摄，这究竟是什么？小伙伴评论区探讨一下。后面有多位网友拍到同一天空异象。啊，我现在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天气有点冷了啊，天气有点冷了啊，但有的人夜里一点还没睡，有的人突然看到天上那个亮光了啊，亮了，亮的有点耀眼了啊，亮的有点耀眼了啊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哇，那个有点耀眼的那个扣，让这个镜头扣过来，明显看到在移动啊，明显看到移动啊啊。原来是老鹰呐、啊，老鹰呐、啊，掉了一根棒棒啊！老鹰掉了一根棒棒啊！老鹰嘴巴掉了棒棒，就是那个，移动那个火箭呐、啊，啊，非典移动火箭呐、啊，啊，非典移动火箭呐、啊，非典移动火箭呐、啊，啊，非典移动火箭啊，然后放到长江里面，放到长江里面冷却啊，放到长江里面冷却啊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好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哎。